己吧，站起来征服它，准备好了吗？冠军一直冲下去吧，全力以赴，只想要全世界看到我在肆意的奔跑。这是我的主场，捕捉瞬间的荣耀。不顾一切，只想要全世界看到，热爱是我的信仰。求不落地，永不放弃。全力以赴，只想要全世界看到我在肆意。开始训练，解散。你们几个，开始吧。刘楠。好好监督他们，不许他们偷懒。哟，于市长，哎，多关照啊，多关照！以后当了蛙跳冠军，可别忘了我啊！别拼了，好好练球。我告诉你，总教练不会轻易出现，真正的机会现在已经开始了。能不能快点？我还要赶下一场比赛呢。11-4，结束了。哎哥，你说他徐坦这小本儿，从进了北京队就开始一直记，也没什么长进。打球靠的是身体，又不是文化课，死记硬背有什么用？是。比完赛的都轮流过来报一下名字和比分，来抓紧时间。苏尚，11-4，徐坦，输7分，加7组多球训练啊，自己去那黑板上写上。吕小北，8-11，王琦，3组。李金飞，11-5，来比完的抓紧时间啊。
到饭点了，不这么快发短吗？练完了。好好发，慢点啊。老三，来，先帮我揉腿。疼，疼！不练了，我要回家。妈妈，我要开一个牛肉面馆。我每天都吃牛肉面，想妈妈。大连才过了一半就这样了，后面怎么办呢？大区集训和北京队完全不一样，这里强手如林，比我优秀的人有太多太多了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技，而且每天都还在不断的成长。我真的差得太远了。现在我必须抛下一切杂念往前跑。从今天开始，要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。咬紧一颗难。走了。走了。站住！来，过来，这儿站着来。教练，不错呀！啊，迟到了15分钟，都不用练了，都站着反省。于克南，过来一下。训练完以后啊，跑个1000米。凭什么罚我啊？你以为让你当这寝室长是说着玩的？以后他们有什么错，你负主要责任。行，您说了算。
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带份面。不饿，趁着吃吧，要不然该坨了。早上的事儿都怪我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自作多情干嘛？人家是羽冠军，怎么可能离我们掉车位的？赶紧睡觉，要不然明天又挨罚。天天拿本机还真有点用，感觉他越来越强了，你也得小心点。刚刚是你状态不好，才被他趁虚而入。他就是心眼再多，技术水平跟不上，这样打不过我。走吧。哇塞，小眼睛，你居然欠了65组多球，了不起的！你这节奏是要打到明年呀？把球先打上台，然后打着那挡板啊，打不到的挡板就不算数。来，你打的什么呀？没吃饭呀？力量、爆发力是男乒的风格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打，剩下的不打完不许吃饭，用力。还几组啊？还有40组。真知道？怎么了？我知道我活该被罚，但是徐楠给我发了15000的多球，再这样练下去，他也没有时间吃饭休息啊。我想，今天能不能先练到这儿？行，可以不练。于可南，过来一下。我这里啊，唯一可以休息的就是练习到位。
这样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们俩打一局球，你要是把他给赢了，你就可以休息。开始吧，来，你们几个过来一下，他们俩打一局球，给他们记一下分。这个余冠军还真的是干什么都要赢啊！对啊，好歹让一分。哥，你说他不会真让人踢秃瓢吧？去吧，把那剩下几组球都打完。徐可南，你让一球会死吗？有没有体育精神？赢才是体育精神。你干什么呢？批评你的，比赛就应该这样，没错。不过呢，林浩之最近的状态不太对，这两天你给我看紧点，别出什么意外。关我什么事？国家队是一个集体，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集体意识，让你当那个市长，就是让你学会如何承担责任，这是莫教练对你的考验。说完了吗？先走了。哎，跟我去趟办公室。你爸给你借了点吃的。不吃，你留着吃吧。可南，这孩子。来，大家集合一下，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！为了让你们养精蓄锐，打好今天晚上的比赛，我们教练组决定了取消今天下午的训练。来。你们各自来拿一下自己的手机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也该给家里报个平安了。徐坦，徐坦，好，谢谢。5点半集合，6点准时开始比赛啊，不许迟到啊。啊，好。这是林浩之的手机，林浩之他人呢？今天好像没看见他。给我吧，我给他。哎，徐坦，你不吃饭了？啊，不吃了。
苗芝还没回来？没呢。哎，给你带饭了啊，吃口饭。我去找找他们。你先吃饭吧。啊，我不吃了。哎，一会儿帮我把衣服收了。苗芝，苗芝。整个基地我都找遍了，都没找着苗芝，还能去哪儿呢？估计走到某个地方看《哈利波特》了。对我，我看他最近状态都不太好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别打了，赶紧帮忙找找吧。哎呀，不要瞎操心嘛，那么大的人了，不会想不开的啊。有呢，苗芝不见了。我在训练，别挡道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林浩之不见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寝室长，他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你不也得挨罚吗？这里是幼儿园啊，麻烦你们管好自己，你们的事跟我无关。你上午给他打成那样，也觉得跟你没关系吗？徐坦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我来这是为了回到国家队。今晚的比赛对我很重要，别拿你的破事来烦我。当心崴着脚。不是说不来吗？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别别，基地我是都找遍了，都没有。我猜他应该出去了吧？闪开！雨天陪伴着一道彩虹，送你还愣着干嘛？快点，还要回来打比赛呢。你和我像在平行时空，各不同，却朝着同一个梦。谁说谁与我不能相融？闯出一片天空。走走走，他让您送我码头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每天有一班渡轮离开这里，他肯定是去码头赶渡轮了。这条路对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条路对吗？这里我比你熟。哎，你不是说你熟吗？这什么路啊？你别抱怨了，那你来骑。我不是抱怨啊，我就说我真是脑子进水了，跟你一起出来。行了，先把他找着你。掉头吧。滚进，掉头吧。大爷，您看没看那些小伙就这么高，得远远点，那个金牌还碎了。刚才在这坐好半天了，现在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在这儿吗？刚才在这儿，现在不知道了。不少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走了。大爷，等一下。哎，喂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宿舍呀。哦，刚才我就是出来透口气，对不起啊，我应该跟你说的。哦，行了，没事。我也没什么，我就不该跟你来，对不起啊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你说你不是没心找事吗？啊，今天要赶不上就死定了。咱们来时候就用了半个小时，现在还有40分钟，应该来得及。
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没电了呀？不管了，走吧。哎，这车得给人大哥还回去啊。那怎么办？刘科长，刘科长，大老师。你想你一个人也翻不过去啊。说的还挺不一样的，什么？什么不一样？他们说你脾气暴躁，不近人情，觉着你还挺好的。信不信下次比赛我抽死你？快点！我本没拿啊，你先走吧。这都什么时候还拿本子？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们错过了六场比赛，没办法，只能取消比赛资格。少了六场积分，我还怎么进行交流赛的名额？那是你的问题。你们集训第一天我就跟你们强调过，态度最重要。你们要是参加世界大赛，因为迟到，他们会让你们冲赛吗？况且，于可南。你缺席比赛可不是第一次了，什么？就是，能不能通融通融？能打几仗打几仗？就算我可以通融你们，重新打，那其他人干吗？再说，你看现在就剩了最后一台了，十五分钟之内你们能打六场比赛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场比赛至少打十分钟。就是啊，打快球赛。我再说一遍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同意你们俩的要求。我们就从9比9开始打，12局比赛，你们最少得赢9局，限时5分钟。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。这太不公平了吧？那其他人没有义务陪着他们要加赛的。说的是，所以你们必须征求你们对手的意见，只有他们同意，这场球才算成。所有参赛的人，除了你们俩，他们赢球都可能。获得双份的积分。行。参加的人赢球获得双倍积分，不用担心不公平。那还得打得过你才行。啊？我知道，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去要求大家陪我们加赛。但我们来这儿集训，除了训练之外，不也是为了能和不同风格的选手去交流和切磋吗？所以我恳求大家，也能给我们同样的机会去跟你们交手。拜托了，我愿意打。他们俩是为了我才迟到的。你愿意有什么用？本来你也谁都打不赢。我们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我不打，我也不打。你们怕了？啊，怕我？哎呦，徐坦，你跟这嚣张什么呀？啊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还想赢唱歌？怎么了？不敢跟徐坦打？谁说我不敢打？好，打就打，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。
人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还能带人打呢？教练说12局赢9局，没说一人打几局。发球，快点！加油啊，还有时间。操！输了，我赢了，赢了。规则就是规则，比赛没有完成。压哨球，压哨啊！没打完就是没打完。赢要赢得起，输也输得起嘛。今天比赛结束，大家解散。正直，不是，不是那球我明明打中了。别想了，大不了后面再打回来嘛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害了你们。没事，先走吧。走吧。徐大，哎，你要多吃一点。来来来，干嘛呀你们？多吃点。林浩之失踪，你不惜错过比赛专门去找他，够仗义。以后你这个兄弟，我们仨交定了。欢迎到新西兰来找我们，包你是吃好喝好。没错，徐楠，只要跟着我，保证你这次训练轻轻松松的。才不是来旅游的，轻松不就白来了？哎，不懂了吧？你这个呀，就叫做是新来的人摸不着门，死轻松非比轻松。大练以后是小练，只能训练当度假，文化课休养生息。只要掌握了训练秘籍啊，35天心态轻松就能过去。哎，兄弟们，你们不就今天缺点啥吗？哦，大漂亮。谢
谢谢啊。是不是没菜了？要不然咱一块吃点。不用了吧，我还得回去把剩下的多酒打完呢。那也不能光吃花卷啊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吃吧啊。他可能是因为昨天的最后一场啊，被取消了比赛成绩，还在生闷气。就为了一场球？我跟他定了一个任务，这次集训啊，一场比赛都不能输。他可能觉得已经失去了进入国家队的机会，所以有点自暴自弃。柯南这孩子还年轻，性格冲了点，容易把场下的这些情绪要带到场上来。嗯，有冲劲儿不一定是坏事儿。那胆量大的运动员，在现场干出手，那是他的优点。但是他的性子难调啊，这里的分寸，你要把握好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大家来过来一下。首先恭喜各位成功的熬过了这一周的大练，下一周主要以体能训练和文化课为主，希望大家积极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迎接下一周的训练。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散了。有几个打得不错啊，你比如说那个瘦瘦的孩子，你说二队的那个叫什么李奇那个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李克南，同志，莫志，今天你是在打球呢，还是在打人啊？手感不好。你知道国乒队为什么一直坚持每球必争，每分必抢吗？因为这样才能赢。在球没落地之前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没听出来啊？大区集训还没有结束，就跟这球还没有落地一样。就是说。我还有机会进国家队。接下来的文化课和体能训练一定给我认真对待。知道了，我一定稳稳的拿满分，你等着瞧吧。臭小子！怎么了？昨天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老给你添麻烦。没事，我知道你也尽力了，不用说对不起。你别这样，要不然打我一顿，我不和教练说。好啊。其实那积分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。我和滕彪有个约定，要回国家队，大区集训的比赛一场都不能输。那昨天没球还没落地之前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好了。
多球训练。多球训练就是由教练在一旁不停地发下旋、上旋、不转或者台内、台外球的变化，来使练习者达到熟练某一动作的方法，一般用于初学者的练习或者对某一新技术的巩固性练习，练习起来较为固定，常规意义上是十分钟一盆。乒乓球是一项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技术复杂、技巧性很强的运动项目，许多高难度技术的练习在对练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，比如台内短球拉打、一长一短的还击、追身球、反手连续弹击以及复杂技术的组合练习等，这就必须通过多球的方式来进行训练。通过多球训练，不仅能够增加单位时间内练习的密度和强度，加快学习和掌握技术动作的进程，提高技术动作的熟练程度，迅速提高技术水平。除此之外，多球训练加大了练习的负荷，包括密度、强度、难度和运动量，能够改善身体状况，使有氧训练与无氧训练结合在一起，对提高人体各个系统，尤其是对运动系统和器官的生理水平，全面提高身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在前方。